大家好，今天是2022年的7月17号，我们来自于黄大哥这块果园。大哥，这个龙眼当时用巧克力一棵树是埋了多少斤啊？1斤左右吧。今年这种天气比较干旱，你感觉比往年有什么不同吗？挂得比往年多了。你看这个这一串。这一串差不多有6、7斤了。你感觉这巧克力在使用的过程中，感觉它跟别的水龙肥有什么不一样？这个长起来，它的个头比人家没用的那个巧克力个头比较大，颜色比较好一点。你看，这满树都是。施肥巧克力，作物有活力，赞。